Finish 大概是我用最久的，它的品质我觉得非常的有保证，而且残留物来讲完全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。判断的原则是量多的话我用洗碗定，量少的时候我用洗碗粉，可以帮助烘干的过程让它更快更加速，然后防止它因为盐不够所产生严重的水垢。本身我自己在洗碗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洗到那个碗底摸起来感觉是干涩那种的感觉。那所以说你有洗碗机的话，基本上它整个由里到外都帮你洗得很干净。